就是这些吗？就这些。没有事实，全是疑点。正义所述，全是事实。当初听座让我去青城，就是要查清事实。你这是要置北平于死地。听座明鉴，对北平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，也绝非私人恩怨。正义啊，我曾经嘱咐过你，对北平要注意分寸，你也答应了。结果搞成这个样子，张汉民的事情出现以后，你说北平有重大疑点要查，我说你可以放开查。结果呢？没有事实，都是猜测、推论。听座，北平要是共产党，对党国危害之深，将来听座也必受牵连。将来，就凭你写这些东西，我还有将来吗？学生在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，问题出在我们青城局，跟听座没有关系。是吗？我已经做好准备。正义啊，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，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吗？学生追随听座，绝无二心。马日凤他就是按照这个办法办案的。约翰的事情出现以后，要抓应该抓吴坤才，可他们放过吴坤才，盯住北平不放。用情何其险恶！听座，该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，可是该说的话还是得说。雪晨是什么样的人，听座心里最清楚。只有这样，听座才能相信我吗？请听座相信，正义所言，出自肺腑，绝无他日唆使。正义啊，你太年轻了，这世上的事实，全凭人来解读的。你认为事实很简单，别人不这么看。他们会从鸡蛋里给你挑出骨头来。你的背后没有别人插手，说明我没有看错你。听座，假部署是个连环计，如果成功，北平的身份自然水落石出，豫东这一仗我军也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它还是一条反间计，北平如果有身份，那共产党那边也绝饶不了他，对吧？是有这层意思。
如果真这样，北平必死无疑，我也不可能全身而退。绝不能牺牲廷祚，廷祚要是下了台，特调局这条线也就垮了。李旭在国防部潜伏20年，我难辞其咎啊！这就是学生的苦心所在。反间计要是成立，特调局就能绝处逢生。 李吉尼计划失败，换来中原定局，这笔账，北座是算得过来的。听座掌控全局，大义灭亲，功莫大焉。太天真了，我们的对手不单单是共产党，毛人凤的手比共产党还黑。 事已如此，多说无益。一切交由郑次长裁决吧。老爷子这回要挨处分吗？单说，比基尼失败，委座震怒，责令毛局长调查，郑次长也挨了去。关键是美国人方面，他们反应很快。 有什么具体反应？开走了一些合作计划，而且听说要采取第三套方案。一旦华东、华北遭遇共军攻击，美方不再承担保卫重要城市和设施的责任，驻青城美军将相继收缩，撤退到舰艇上观望。可惜了，比基尼一番心血啊！是啊，大局不好。 这个时候，美军一旦要撒了手，南京的日子可真就没法过了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北平是有一点，可是毛人凤添油加醋，很多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。这个方案是郑毅搞的吗？是，他是我最好的学生。 人才难得呀！此方案一举多得，中原一战可定。这件事，北平还是次要问题，重点在你。比基尼失败，委座震怒，你是第一责任人。 你怎么考虑？现在就谈比基尼失败，为时尚早。第二阶段还没启动，关键是毛人凤抓住一点瑕疵，不计其余，他是要搞掉特调局，内斗也不能这样干。约翰案确实搞砸了，为了你们特调局不利。 不得不动用外交资源通过华盛顿来摆平这件事，损失太大了。第一阶段失败的责任，我可以承担，但毛人凤从北平的角度切入，这是别有用心呢。我有个提议，看一下，就按这个方案执行。 一切等结果出来以后，再对北平定性。我同意。特调局这条线儿，我还是很重视的。不是哪一个人退下来就会垮掉。你干了一辈子情报，太辛苦了，应当休息一段。 文正，尊重部里的决定。北平的军衔挂得太久了，也该提一提了。如果北平有问题，这样做
也是对正义这个方案补一笔，加深共产党对北平的怀疑。北平如果没问题，这对你也是个补偿。北平的事儿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。真要有问题。 如果证据确凿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的态度是一贯的。再等等，还在开会。 青城特调局主任俞北平，兢兢业业，甄别共党，克敌己见，忠于党国，忠于领袖，一举破获约翰枪杀案，为中美邦交之大局贡献突出，现颁发俞北平上校进衔令。 清城以后，首要的任务是控制局面，稳住美国人。清城是个烂摊子，同志，我个人的想法还是想尽快的回南京。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远离南京，远离中枢，部里还是不信任我。给你进衔了，说明你的问题已经有结论了。清城是战略要害之地，你的担子将越来越重。我尽力而为。 张凯的案子，邓次长正通过外交部和美国人的交涉，会有效果？难说。我父亲虽然已经完成了张汉民伯伯临终前留给他的任务，但此刻他的心情却无法放松下来，更无法尽情享受获得成功后的喜悦。 咖啡，好的。听完药。华东大战一触即发，这对于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。 不过，你一定核实他的代号，是不是我们正在追查的比基尼计划？这是信物，也是你身份的证明。这是我们牺牲的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，非常珍贵。
在梅花扣的袖扣里面。明白了，你马上走。既然我已经暴露了，那我今天的会面一定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中。别管他。9点钟，方向有山窗户，后边是美术馆，一会儿我开枪你就跑，现场大乱，我们看不到。你洗不干净啊！跟你做生意是徐文正的主意，让他去帮我想办法。既然徐文正让你杀吴灭口，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呀？ 再想办法，让你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，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啊！别说了，马上走！你打死我，拜托了，秘密计划。 这次回南京，他在青城的问题并未受到追究，反而获得了晋升。这使我的父亲感到了一丝来历不明的威胁。作为一个资深情报人员，他的第六感在提醒他，有一条绳索正套在他的脖子上，越勒越紧。经佐和毛局长做了交换，你保留原址，北平升上校。你的方案郑次长都看了，评价很高。 是郑次长亲自提议把北平提上来，迷惑共军，跟你的方案打配合。我这样做没有私心。北平要是有身份，对听作非常不利。你知道吧？这次听作的麻烦大了，要调离。保密局那边咬得很死，非得在约翰的案子上说出个子丑寅卯。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情报，很准。就连蒋为民之死的原因，他们都摸得一清二楚。他们借机要在青城局里进个人，这个人你说？谁？何群，他跟你关系好，正好你可以控制得住他。青城局里可能还另有毛人凤的眼线，你要多小心。查北平也要注意分寸。 听作去哪儿？联勤总部。听作做了一辈子情报，这是要去坐冷板凳。青城局，找你呢。计划还按原来的执行吗？对，既定计划不变，我明后天回去。是。于主任一起回来吗？一起回，事情还没完。 刚刚开始。这有件事得给正部查报告。你长话短说，我还有事儿。共产党那个交通员跟丢了。什么？不是他发现了尾巴，他搬家了。蠢货，抓到他！怎么了？大鱼跑了。具体原因还不清楚。跟贾部署有关吗？这是能证明北平问题的唯一线索。这可不是北平一个人的事儿。 豫东鲁西这一仗，事关党国的中原得失，万一失守，天下震动，听作的处境可就更加艰难了。我明白，郑督察。 等了你半天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一定要给你接个风。你别跟我走太近。我追你，世人皆知。何必欲赶必张呢？刚下飞机就过来了，还得回去收拾一下。那晚上呢？晚上聚聚。好。
说好待一个礼拜嘛，怎么这么着急赶过去啊？任务需要，没来得太急，好多事都没来得及跟丹妮交代，她一个人在青城我也不放心。把这些都给丹妮带过去，平时你也吃一点，补补身体啊。这说好临时去的，现在倒好，变成常住了。工作上的事儿啊，不要问我，都是老爷子的主意。 不要拿爸爸做挡箭牌好了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回到家什么都不说。升职了是好事，别的就别多问了，啊。我看爸爸这两天心神不定的，是不是部里有什么事儿？部里的事儿啊，咱也管不着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行吗？丹妮的事儿也不能说说吗？丹妮有什么事儿？我上次听田副官说。 特调局有个行动队长要挟他来着，是吗？危言耸听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。是不是跟上次曹旭东的事情有关系？不是，那件事早过去了，丹妮现在好着呢。你我不管啊。如果丹妮出什么事情，我可不答应。她不是我女儿啊，她能出什么事儿呢？不准骗我。 那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？爸回来了。田副官说你明天要回京城，保密局这茬事，局里的工作都乱了，到跑要出乱子。跟郑毅沟通过吗？明天早晨一起走。想得很周全，你到我书房来一下。爸，饭都好了。一会儿就来。 有一件对你不好的消息，想听吗？事情来了不听也不成啊。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。郑毅写了份材料，检举你。他还在搞这些名堂。很详细啊。隶属你到青城以后，约翰案侦查过程中出现的蹊跷。有什么可蹊跷的？还不都是他疑心生暗鬼。 要不是他一心盯着我，比基尼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党内斗争太残酷了。郑毅调查你，不是他的个人行为，郑次长跟我说过这件事儿，我是点了头的。非要说我跟张汉明的案子有牵连，他有什么站得住脚的证据吗？全都是捕风捉影，到了青城还不罢手。 还在整我的黑材料。郑毅只是具体办事的，责任不在他。你在这个行里干了有20多年了，国法家规你应该懂的。郑毅是我的学生，是我把他一路带出来的，应该算是家里人了。现在国家内战打得不可开交，在我们家里。 没有家就没有国，你应该懂的，这是原则。我无所谓，是他盯着我不放。到点带我去哪儿？
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么神秘？这是哪儿？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的总部。你怎么会认识这种地方？这些都是同志，党国的精华。听说你要去青城。 毛局长很早就想在你们青城特调局打进一根钉子，怎奈你们强太厚，一直没有好的机会。这次机会来了，我看未必。徐文正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感到很严，什么时候去还得看上头的意思。青城现在是前线，你去那儿要受罪了。这对我也许是个机会，我在工作上早就有很多想法。这次还得谢谢你帮了大忙。谢什么？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？毛局长。 对你那份报告非常感兴趣，这令我专门负责和你对接。他来的正是时候，这可以说是最佳突破口。我来就是要跟你解释这件事儿，我的本意并非你想的那样。张凯自贡的发表是突发事件，出乎我的意料。于北平就是想利用这件事儿去参加今晚攻方部署协调小组的总结会，这样一来，贾部署就曝光了。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，清理内部，揪出共党。 你们拿这个来搞听作，过了。我们党内有一批老同志，掌权时间太久，尸位素餐，自己的屁股不干净不说，还干不成什么事。比基尼计划便是如此，好好的一盘棋，被下成这样。你这样做会让我很为难。你还看不清形势吗？徐文正不倒，于北平也根本查不动，这叫收不见亲。 听作是有原则的，你们这是搞内斗。你还是老样子，说起来就钻牛角尖儿。半年不见，你变化不小了。加入这个组织有多久了？也就是今年年初的事儿吧。没想到何处长还是个热血青年。国府腐败已经无可救药，必须振奋精神，发奋勇猛，才能重获生机。 有理想。青年军官救国会的宗旨是：挽国家于危亡，挽三民主义于终生，为新中华之崛起不惜代价，不怕牺牲，不择手段。北平晋升之急，也算了了与张新事。要庆贺。多谢听作栽培。坐。一家人这么多时间了，还这么客气。 爸，听说正义对北平是有一些看法的。你别听外面的瞎说，都是没影的事儿。何群要来青城，有这个事儿。毛仁凤的手伸得够长的，没事儿。要有什么事儿，我替你挡着。他要是到了青城，你的事儿就不好干了。上面已经定了，我到联勤总部工作。 以后青城的事儿，就靠你自己多费心思了。听说是中将傅司令，实际上听说还是升了。哎，什么升了降的？联勤部的工作你还不知道吗？管的就是吃喝拉撒睡。您都操劳一辈子了，谢谢吧，挺好的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北平，青城的黄主席姜灿有几箱东西给我，你帮我运回来啊。嗯。就是些瓶子罐子的。 送朝了，好。人老了也没什么别的爱好了，以后就靠这些玩意养养精神吧。嗯，这。许文正这批老兄已经过时了，比基尼计划第一阶段的失败就已经证明他们已经退出议事舞台，靠边站是必然的。这个计划我们已经接管，得将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他们这条船就要沉了。 你又何必陪葬呢？郑督察须眉丈夫一定能看得明白，哪条船开得更远。刚刚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上空依然战云密布，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，极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。6月底，欧洲爆发重大危机，斯大林对西柏林实施封锁，包括公路、水路和地下铁路。
彻底阻止一切食物和物资进入，西柏林顿时成为一座死城。两天后，英美做出快速反应，联合法国、加拿大等国每天派出大批飞机在柏林上空开辟空中走廊，向西柏林空运补给，一切生活用品空投。美海军西太平洋舰队之一部此时撤离清城，固然是对大陆战局失望，更重要的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，欧洲局势吃紧，美国人捉襟见肘，不得不放弃亚洲。形势越来越不利，清城很快就会成为前线，你的担子很重啊。明白。约翰的案子，美国人已经答应结案了，他们同意签字了。郑次长动用了外交部的力量，从上层摆平了这件事儿。那就好。不到万不得已，部里是不会走这一步的。美国人帮你解决一个麻烦，下次他们就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去解决。人情债最难还。是，张凯自贡一登报，我们太被动了。你回京城以后，尽快把约翰送走。明白。塞班基地从司令部来了封电报。什么内容？华盛顿放弃了这个案子，不让再往下查。白吉尔将军刚回去，电报就来了。南京有些人活动能力很大，据说南京在资助总统候选人 Thomas DeWolf 参加竞选。根据美国法律，总统候选人是不能接受外国捐助的。这就是证据。太肮脏了，约翰就没有真相了吗？林中尉，你年轻犀利有朝气，我看好你。你要学会妥协，案子是不查了，但是我们会做出一些反应，不能让他们无法无天。要回港口指挥部吗？恰恰相反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啊。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不少事儿瞒着我们，正好趁这次机会，我们把你安插进去，以后你就常驻特教局，这是我们打进去一颗钉子。好吧，我接受这份工作。以后中美联合攻防部署方面一些会议你也要参加。那不是绝密的吗？这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帮助，你要多熟悉一些他们的情况。明白。去年委座部署的九月攻势一举收复15座县城，华野共军主力土崩瓦解。可谁没想到刚过半年，共军的主力又死灰复燃。开封一失，青南会战部署全部落空，委座绝不会坐视吧？他亲自到郑州督战，现在正往那儿飞呢。可惜了比基尼这盘棋啊，吴坤才没有下好。比基尼，保密局插手了，让他们折腾去吧。何群到青城，对我们是个麻烦。现在部里边很复杂，你们到了青城以后，说话做事都要分个亲疏远近，懂吗？请听座放心。现在南京有一股势力，想让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滚蛋。他们算盘打得还挺精。马仁凤派来的何群，来者不善。只要你们俩能够精诚合作，我的日子还会好过一些。任务很重，要严防共军渗透。去年范汉杰兵败胶东，就因为共军拿到了我们的密码和作战部署。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查清楚。北平会尽全力肃清清城的共党，掐断中共的情报网。听座，有几句话。来机场前，何群约我见了一面。
有个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，听座听说过吗？好像来头不小，听座要保重。谢谢。上校应该恭喜。我这事儿是一言难尽呐。不管怎么说，送走了约翰，你也可以松口气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如此这样，可是说实话，我的心里有不甘了。上命难违，我也一样。你们特调局瞒着我们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吧？这句话恐怕是。彼此彼此，也对了。案子虽然接了，可是你们特调局里面确实有漏洞。百吉尔将军和南靖已经协调过了，以后林中尉要常驻你们特调局，负责我们两个机构的情报沟通。我现在是众矢之的啊，连美国人都盯着我了。不是啊，老兄，特交局的漏洞堵不上，情报泄露，我们没法开展工作。你有兄弟，改日登门好好一叙。多事之秋，多保重。先生你好，老板，有高层的吗？哎，我喜欢最高一点。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啊，可以。定金一个月的，礼金一个月的，再加上一个月的房租。哎，你先交三个月的房租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个房间什么也没有，家具你自己添置，水电你自付。感觉怎么样啊？已经很好了。那就不打扰了。嗯，哎，钥匙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Thank you.
进来。吴主任。陆部长。来，坐。在南京买了条领带，你看看合适不合适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我吴坤才落魄至此，也只有郑督察现在还把我当成个人看。谢谢。啦啦啦。